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到处走走，倒是做做运动，顺便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了。你走归走，别乱碰东西，这样乱拍卡会留下记录，到时候保安部会问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进 IT 部。我今天去过 IT 部，那里的闭路电视是049，门口的密码每个月换一次，就算是乱拍卡，保安都会调查的。这么看来，你再好好想想办法。喂，你们过来看看。来，看，忍忍刚刚想害进美时代的 IT 部，但是不成功，应该可能是主机没连上网络，所以害不进去。连忍忍都搞不定，这次真有点困难了。不会的，忍忍你行的。嗯 ？No。喂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到处走走，倒是做做运动，顺便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了。你走归走，别乱碰东西，这样乱拍卡会留下记录，到时候保安部会问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进 IT 部。我今天去过 IT 部，那里的闭路电视是049。门口的密码每个月换一次，就算是乱拍卡，保安都会调查的。这么看来，你再好好想想办法。喂，你们过来看看。来，看，忍忍刚刚想害进美时代的 IT 部，但是不成功，应该可能是主机没连上网络，所以害不进去。连忍忍都搞不定。这次真有点困难了。不会的，忍忍你行的。No。喂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到处走走，倒是做做运动，顺便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了。你走归走，别乱碰东西，这样乱拍卡会留下记录。到时候保安部会问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进 IT 部。我今天去过 IT 部，那里的闭路电视是049，门口的密码每个月换一次，就算是乱拍卡，保安都会调查的。这么看来，你再好好想想办法。喂，你们过来看看。来，看，忍忍刚刚想害进美时代的 IT 部。但是不成功，应该可能是主机没连上网络，所以害不进去。连忍忍都搞不定，这次真有点困难了。不会的，忍忍你行的。No。喂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到处走走，倒是做做运动，顺便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了。你走归走，别乱碰东西，这样乱拍卡会留下记录，到时候保安部会问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进 IT 部。我今天去过 IT 部，那里的闭路电视是049，门口的密码每个月换一次，就算是乱拍卡，保安都会调查的。这么看来，你再好好想想办法。喂，你们过来看看。忍忍刚刚想害进美时代的 IT 部，但是不成功，应该可能是主机没连上网络，所以害不进去。连忍忍都搞不定，这次真有点困难了。不会的，忍忍你行的。No。喂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到处走走，倒是做做运动，顺便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了。你走归走，别乱碰东西，这样乱拍卡会留下记录，到时候保安部会问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进 IT 部。我今天去过 IT 部，那里的闭路电视是049，门口的密码每个月换一次，就算是乱拍卡，保安都会调查的。这么看来，你再好好想想办法。喂，你们过来看看。来，看，
忍忍刚刚想害进美时代的 IT 部，但是不成功，应该可能是主机没连上网络，所以害不进去。连忍忍都搞不定，这次真有点困难了。不会的，忍忍你行的。嗯 ？No。喂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到处走走，倒是做做运动，顺便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喽。你走归走，别乱碰东西，这样乱拍卡会留下记录，到时候保安部会问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进 IT 部。我今天去过 IT 部，那里的闭路电视是049，门口的密码每个月换一次，就算是乱拍卡，保安都会调查的。这么看来，你再好好想想办法。喂，你们过来看看。来，看，忍忍刚刚想害进美时代的 IT 部，但是不成功，应该可能是主机没连上网络，所以害不进去。连忍忍都搞不定，这次真有点困难了。不会的，忍忍你行的。嗯 ？No。喂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到处走走，倒是做做运动，顺便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喽。你走归走，别乱碰东西，这样乱拍卡会留下记录。到时候保安部会问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进 IT 部。我今天去过 IT 部，那里的闭路电视是049，门口的密码每个月换一次，就算是乱拍卡，保安都会调查的。这么看来，你再好好想想办法。喂，你们过来看看。来，看，忍忍刚刚想害进美时代的 IT 部。但是不成功，应该可能是主机没连上网络，所以害不进去。连忍忍都搞不定，这次真有点困难了。不会的，忍忍你行的。嗯 ？No。喂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到处走走，倒是做做运动，顺便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喽。你走归走，别乱碰东西，这样乱拍卡会留下记录，到时候保安部会问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进 IT 部。我今天去过 IT 部，那里的闭路电视是049，门口的密码每个月换一次，就算是乱拍卡，保安都会调查的。这么看来，你再好好想想办法。喂，你们过来看看。忍忍刚刚想害进美时代的 IT 部，但是不成功，应该可能是主机没连上网络，所以害不进去。连忍忍都搞不定，这次真有点困难了。不会的，忍忍你行的。嗯 ？No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到处走走，倒是做做运动，顺便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喽。你走归走，别乱碰东西，这样乱拍卡会留下记录，到时候保安部会问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进 IT 部。我今天去过 IT 部，那里的闭路电视是049，门口的密码每个月换一次，就算是乱拍卡，保安都会调查的。这么看来，你再好好想想办法。喂，你们过来看看。来，看，忍忍刚刚想害进美时代的 IT 部，但是不成功，应该可能是主机没连上网络，所以害不进去。连忍忍都搞不定，这次真有点困难了。不会的，忍忍你行的。嗯 ？No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到处走走，倒是做做运动，顺便熟悉一下公司的环境喽。你走归走，别乱碰东西，这样乱拍卡会留下记录，
到时候保安部会问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进 IT 部。我今天去过 IT 部，那里的闭路电视是049，门口的密码每个月换一次，就算是乱拍卡，保安都会调查的。这么看来，得再好好想想办法。喂，你们过来看看。来，看，忍忍刚刚想害进美时代的 IT 部，但是不成功，应该可能是主机没连上网络，所以害不进去。连忍忍都搞不定，这次真有点困难了。不会的，忍忍你行的。嗯 ？No。